民进党立委一字排开，由林楚英号召在19号成立台湾跟法国及波兰国会友好协会。从过去的4年，我们看到了从国会出发、民间出发交流的力量；从行政部门或者是从国会出发，我们所看到的全世界跟台湾做朋友、挺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表现。新科立委黄杰也担任台波国会友好协会副会长，还秀出波兰驻台代表高泽瑞的合照，算一算就有10几名立委一起来拼国会外交。而驻法代表吴志忠也录影出席。法现在关系每天都有增长，参众两院都通过就是法国的军事法案，捍卫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权。接力20号，民进党立委钟嘉宾等人共同成立台湾与越南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尼等国会联谊会，毕竟东南亚国家跟台湾互动密切，立委协助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，另外也想在韩国瑜主导的立法院下争取国会外交话语权。如果这些国家有国会议员来访，那外交部就会请对应的台湾的委员会的联谊会的会长来接待。不过国民党立委也有动作，吕玉玲成立台湾西班牙国会友好协会，目前已经完成联署。万美玲预计成立台湾跟捷克和奥地利国会联谊会，林德夫也正在联署成立台韩友好协会。现在是立委的战国时代了，立委要争取舞台，所以要增加能见度，以便于未来连任或是政治上更上一层楼。蓝绿立委争相成立，而立法院只是给予行政协助，国会外交不分朝野持续推动。三立新闻黄怡姐台北采访报道。